下定决心，我要改变现况，不能被自己打败。加油啊，牧人！换脚啦！来，低头。哇 ！Oh my gosh！ 七小顶五，过程中又复胖了10公斤，停止运动好几个月。现在是2021的7月1号，距离全明星的风波已经过了2个半月。不正常的饮食，不正常的睡眠，暴饮暴食，人生没希望。我现在身材变得很糟糕。之前那时候还有6块钱，但我觉得我不能就此放弃，该是重新振作起来了。Let's go！今天这一天等了很久了，然后是我进棚拍摄身材的验收日，就是从我之前很胖，然后到现在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，就是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，但是今天终于到来了，蛮兴奋的啦，但是也真的很紧张，因为很久没有进棚拍摄了。